confused.我需要武器。为什么这么卡？是人太多的原因吗？人多，人多。妈，证明我们人都在里面捡东西，这个门没开。 前面一个，好，加血吧。他们应该是没卡，但是他们这边这个还有一个，我打。后边还有一个，从后边这个打的。有没有烟啊？我看一下，你们有没有烟？丢个烟出来。妈，白给了，我操！来一个人，来一个。 那个烟，你这放的太神奇了。我靠！还好房里没上人。来了，来人了。我得走到旁边去打药。这边。前方有危险。 还搜索往里推，有绷带吗？我一个大包舍不得用，让我绷两下。往里，往里，往里。前方有危险。往里走。我怕一个菠萝雷。 那个你，奖池那边来人了，从头那里。Hello。
这个东西，这个。他跳房顶吗？我二楼。二楼。在二楼啊。房顶没了是吧？二楼来了一个。中路有一个一直在丢雷。蒋晨那个救起来的是不是？嗯，他们很注意。我就往右拿。有人在弄那个五十。你说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快点先打吧。我就在这顶上站着吗？嗯。我是站着。你看看他。什么加固点？中楼，中楼。完了。他无敌的，他就一个人，他就一个，他捡去了，他捡那边走，那边走了，要跑，看队友吧，跟他们一起的，现在中楼上有一个，嗯，打两枪没打到，中楼这两个，我过去给他丢雷，残血，中楼残血没倒，一起。有的房子上，这些小房子老是蹲人溜着的。哎，这里过不去，往后才能过。这个狮子绕到我这边来了。左边、右边，他应该小心在二楼卡、啊。少两个、啊，楼上在救，哦，死完了，死完了吗？没了，嗯，没了。你可以回来，这几个逼好呆的。那狮子跑了，那狮子不是他们队友。有龙吗？接应一下。我去看一下。我讲空投还在这，我这还有空投。你快别空投了，命要紧。哦。你空投枪扩容吗？这样。我丢了一个。咋这方区？有了。我这把车了，大哥，别出事了，过来吧。我现在五龙，我把龙弄完才能来。你们两个出来看，来我这里嘛，我出去。那么接一会呢？不要五了，真的很慌。还在炸我？快出来看一下车嘛，三号你看一下外面有没有车，门口有没有车 ？OK， 快，对，这边没有。哎，我操，好兄弟怎么搁这儿？我在找车。我这刚落伞，刚好这里有一对兔。这边有车。
后面也没人跟我。嗯，就下面刚才下去吧，人机，我看能不能找到。我跟你了，好兄弟，我操，没跟上，你太快了。哪里快啊？我丢了第一个雷，我还丢了第二个雷了，我丢了第二个雷我才上的。没有，我看你炸倒一个，我立马从二楼就下来帮你了。对啊，我炸倒一个，然后我在楼梯里打倒一个，你知道吧？他另外一个给你补的。哎，那对，我站位置没超过空间。在房顶呢，你没开我，打包房有人吗？四号是不是五星？四号不知道，四号好像是五星吧。我再加两把大分应该就可以，还有机会啊，还有机会。昨天下车掉线你打了没有啊？哈，什么？昨天卡那个 bug 下车会掉线，你没打了没？没打，躲过一劫。妈的，我掉了16分，就打了一把。就他们说嘛，就打了三把。下车会那个啥？我知道，我们一共打了三把，第一把有人就说有那个 bug， 然后我们开车什么都很正常。第二把就不行了，掉了16分、嗯，给了一张不掉分卡。然后我刚才打张不对，那个逼他给了一张双倍上分卡，我靠！我操，那岂不是没这事啊？他，我操，给双倍上分卡。为什么我是给的不掉分卡，他给的双倍掉双倍上分卡？那这就不知道了呀。这一号怎么回事？一号分少的原因，可能是吧，可能你分少。这一号不打了吗？那是。不知道啊，他刚才说你开一开，啊，那到现在没事。我直接退了吗？他，我操，那我们两个，我操，这不能吧？我靠，直接退。直接退了，他跟四号一起的，好像。
这把掉人挺快的，不多质量。能掐把大分，我操！我还有一丝丝机会。妈，一号好像直接退了，一号。这个赛季这帮逼追的好快耶！上个赛季第五天才六星。六星封神，这个赛季这才第四天，都已经快六星了。完，我估计他是真退了，他和这个四号好像是一起的。这个四号好像还差点分，然后他退出去和他一起打了，好像。离了个大谱，我操！孩子圈找什么？找皮老板他们，我看看啊，看他们现在还有多久。我打完这把就强制了。我下下，我下窗去。没打完呀，我得掐把鸡才行。这把我得先掐鸡，然后下一把才有机会操作。我这把不掐机也是白搞啊！我这把必须得掐机啊！必须得加个二十分，要不给他弄死吧？这都好几分钟了，给他弄死，把他装备给他铁了。留着吧，你也没法弄死啊！你炸了他车怎么办？烧死他！等一下吧。不着急，又没到万不得已的情况。OK 啊。这边骏马。前方有危险。没过来。这边教堂呢，好像。有人刚落到前方有危险。嗯，看到了。好兄弟，怎么开枪？好兄弟，你打不到吗？我这树刚好挡着，看那只骏马。他倒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靠，空投打脸了。你去吧，你要去吗？我三头三甲，你去吧。OK， 开车去。打完这把11点强制五分钟，然后我再开车。嘎嘎没这事儿吧。
舒服的呀，舒服的呀。哎，那个教堂还没人救他，真爽。那这下更舒服的呀。嗯，更舒服的呀。教堂有人打，人不多了，我操，可以，我操，这把圈还可以，有机会，我操。他就点他，教堂这个逼，嗯，点你他在哪？不知道，没看到，估计在围墙吧。这四嘎带个假消音，妈的！他被别人点倒了，应该是被点倒，要不然我打了他一个大铲，他被别人点倒了。我操！哇，天命圈。这圈他妈的不吃鸡有点那个呀，有点说不过去啊。对呀，这圈不吃鸡有点说不过去啊。哦，我操，我操，看来四十周准备叫痞老板三保一了。等我这把吃鸡好吧，吃鸡我就去微信他三宝一滴滴滴。抽烟呢，补了一个。OK OK。两个。前方有危险，蓝马。左边，嘿，教堂打死一个。多少个人进得起来我？十一个吗？我没注意。来，小心。
没事。山顶儿，几个呀、啊？山顶儿？我没看，他打我直接爬起来了。右边在跑，这边在跑。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。我知道，两个的，一个黄衣服，一个蓝衣服。嗯，死了，被人打死了，他队友死了。小唐围墙哦，这个圈可以，我操！嘎嘎香，好兄弟们，我看到个毒狼。可以。教堂出声。他没轮胎了，他还能开。就听我们破了是不是？三打三，你得小心兄弟，你的位置有点太凶险。要不你回来吧。你有五六子弹吧，五六多不多？99。分我一点，要不我直接把他烧死吧。开车把前面这个顶了。开车把这个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你开，你去顶他，你去顶他，我帮你架枪，好兄弟，真的。好兄弟，你去顶他，我帮你架枪。被你大残，牛逼！我靠，这个也在这儿，打那里一个，这标记了一处地点。OK。我操！啊，14分，15分。妈的，全打大残了，没打死。哎呀，西巴！啊，太可惜了，好兄弟们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我强制了嘛，62现在，我多少？我32。那么没戏了，那么。
那么还有一个钟头，应该还能涨个十分二十分啥的，没戏了，没戏了。三十，还差三十分。继续打，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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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好兄弟直接退了，直接退了，去保那个兄弟去了。看看这个四星的这个九十二，四星九十二，我多少？我五星，他也不够啊，他也。那他怎么走了？我强制了吗？我强制了，零五分，三分钟。好，没有精神的粮食了，不降。不降，搏一搏，叫地主，单车变木墙，驼木头，木头木驼驼，操！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三带一对儿，不要炸弹。炸什么嘛，好兄弟！过，三带一，大你！又给整个三带一，我操！大你！什么嘛，还有一炸！我操！我不要了。pass。过。我感觉我不要输的更惨，我操！打勾。我操，真勾啊！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。不要。王炸还有。妈输满了，我操！炸弹，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。过，王炸，不要 pass。炸弹，过。妈的，四带二带不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！哎，刚才为什么不打个二呢？我操！刚才我打黑也他妈哥的赢了呀！我操，直接四个尖儿，然后炸弹。为什么老为什么还多给他炸一炸？炸弹。我操！本来输十二万的。结果输了24万。我本来赢，本来我是赢24万的。不叫。不叫，不叫！妈的，犯迷糊了，好吧，犯迷糊了，兄弟们，我下楼去买包精神的粮食，我们去看一下米娜，好吗？看一看米娜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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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搁哪儿呢？直接搜索吧。静的心酸。谁是搞笑主播？米娜是性感女神主播。主播是搞笑主播。你们跳舞的。星座太准了。不好意思，他说我的正字。怎么跟别人不一样？关极致诱惑，好久不见的三倍大摆锤。
哦，我买烟去了。谢博，哇，这个鲨鱼为什么它有个鲨鱼的图标啊？天哪！我呀，上号上号。找个队友啊，没人啊，怎么？怎么？黛西放弃了？黛西，黛西三保一，不是三保一吗？黛西。现在分涨多少？涨了一分，我操！才今晚分涨得有点慢呀。嗯，黛西怎么分比我还低的呀？我靠！我操，黛西比我少了30分，他怎么回事？他分比我高几十分来着？三宝一烂掉了，烂了一把，烂了两把。
明天还要开车去安徽，所以下播睡觉了。哦，对哦，我操个招募呢，我搁那干啥呢？哦，等一下，这俩大兄弟吧，我操，我看他们对我满都没有，没有满，我进去会两个分。这俩大兄弟挺猛的，这个小猪挺猛的，这个好兄弟也不差，我操，先给他拉进来。是不是没人组他呀？他搁这挂机。分改成32 ，OK 啊！我没机会了，没戏了，兄弟们，还差30多分。哪里还有机会？这你一把吃个鸡嘛，加个26分，26分，然后我才差30分，对不对？然后打一把山谷，最多顶天的加个10分，啊，机会很迷茫，很小，知道吗？很小很小，时间不够，主要是时间不够，懂吗？时间不够，时间不够，你这个分还要涨的嘛？你看现在又涨了一分，他分还要涨的，半个小时，你看这一共钟头肯定能涨个10分左右。绝对的，绝对能涨个10分。上把吃鸡的话应该有啊，上把吃鸡我估计能加个18、9分，18、9分，20分的样子。我看一下上把，杀了10个，队友加了15分，我加14分，他3颗星，我5颗星，正常的分数是正常的。我们队伍为什么要分开打？从这一把开始啊！哎，这一把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们是3-1，知道吧？3-1，哎，然后西门风来了，西门风来了过后扣了5分，第二把扣了12分，第三把扣了11分，哎，啊，直接裂开，我操！啊，然后我自己啊，从最后这个下面这个看啊。我自己去排路的，哎，吃个鸡，加了11分，混了一把啊，加11分。这个第五名啊，加了4分。这个又吃了个鸡啊，山谷，哎，加了9分。这个我排路人也是排路人啊，加了5分。打山谷，哎，吃了一把鸡，又加6分。这打个山谷，哎，又加4分。哎，打的打的，哎，又打金打海岛，哎，加23，加22，加20，加14。你看。你说为什么我们要分开打？我操，他们怎么满了？我操，他们满的，我要。我操，我还说进去混两把分呢，现在混分都混不了了。哎，你现了一个，怎么还不开？还有机会吗？让我进去混2把分，兄弟！加好友，加好友，快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推一个出来，我要进去混2把分。一把吃鸡加个30，我操，还有机会了吗？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快！我还有机会，我操！一把加个30多分，强制了啊？谁强制了？他强制了。哎，那没机会了呀！我天，那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好兄弟。好。
这是谁呀、啊？谢宝，谢宝，怎么了？谢宝，啊、哦、兄弟，哎，你看看你的那个邮件里面是不是能领不掉分卡，是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你的邮件里面没有不掉分卡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是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系统邮件没给你吗？没有，我又没那个啥，没掉分，他为什么要给我？我走了，好兄弟，拜拜拜拜。嗯，好。上分吗，兄弟们？来个五星哥。这数据，这数据，我操！穿咱们这个人也太不现实了。怎么？没事，我说上一班的，开了开了。来来来，开始开始。相信我，兄弟们，真的不够，真的不够，时间不够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这把顶一把，就算十五分钟，靠你们拉个人，拉个人，好兄弟。踹了，踹了，踹了。他掉线了。踹了，好兄弟，他强制了。哎？怎么掉线了呀？我时间真的不够，一把。就算我顶了天啊，顶了天加个二十三分，这一把，好吗？杀八个一千五伤害，加个二十三分，我现在差三十分，三十分它慢慢的涨，你看它还在涨，它一个小时能涨个十分吗？三十分我加，再打把三股，三股顶天了，三股顶天，顶到天了，加个十二分，我时间不够啊，知道吧？时间不够。怎么干裂了呢？我那边还有个人呢，哥们儿。你把他抛弃了，你看到我们队伍这么强，对不对？把他抛弃了，好兄弟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那跟那刚才跟那哥们儿都说完了都跟他说完了。哎，抛弃了，抛弃了，没有什么哥们儿是卖不了的。他走了，我操！没什么刚才我就跟这个人就跟这个人打那把我就裂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点支援没有，我操！操你玩儿哪一个？就是什么抖音什么风少那个吗？咱们搁龙石城打完，他搁原点架枪，他不有病吗？他也不是没有卡，还差一个。你还扣得到分呢，我靠。Hello, hello. 搞起搞起，兄弟们，开开开。这个蟹堡能不能给个冰雪穿一下呀？可以可以，等下我给你个。好的好的。我扣这三把分给我扣懵了，我哥扣傻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谁的电流呀？加油，特种兵！多少分了？你放弃了？我没机会，时间不够，黛西，时间不够。一号，你在瞅啥呢？来，谁要那个冰雪的？过来，过来，谁几号？几号？快！没有，我搁这。来来，我搁这骂人呢。别骂人啊！别骂人，文明游戏不骂人。没有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跟我朋友发语音骂老艳华呢。你为什么要骂他？他被他偷了。谁知道他妈嘞？我上马被他妈老艳华偷了，服老六。这枪法我不信。真的。他妈全还倒哎。他妈在这里，废墟这里，我在坡上，冷艳华在坡下，然后我把那个暴力旺补了之后，我跟李牧眼睛连打，你妈冷艳华在侧面给我偷了，那人家还能看，肯定看到人家好兄弟，我看研究所吗？还是哪？研究所吧，那就，我真的服了，我操！我都没看到冷艳华在坡下，我进圈的时候我都没看到他，我坐他旁边过去的，他在妈的圈外那个边那个角角那里，
我就走到头上过去了，我没看到他，我都以为那里是安全的。阿成一队哦，黛西，我刚才看了一下战绩，黛西，我们分开打之后，就从那一把你把我炸死分开打之后，前方有危险，我一直在上分，我操，嘎嘎上分，就没扣过分。学校有人哦。他们问我是什么原因，还有一个小绿伞，你们怕不怕？我把这个锅甩给了西门峰。楼怎么打呀？是搜完就搁这待着不走吗？给个人去拿车，差不多了呀。这是我，跟新风一来你就开始烂了。不知道怎么打。还好我机智啊！我操，早点跑了。是不是？是不是要摆阵呀、啊？摆在最高楼摆阵，必须啊！哎呀，我跑得快，我讲。兄弟们，这队给我拿捏了，给我拿捏了，这个队直接猛攻他，什么名字那是？什么灯光音响？那给他拿捏了呀，呆呆的，真的。拿个车，拿个车，谁去拿个车？那个去那 L 楼，还是直接封烟干拉他？真的吗？确定要去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拿个车吧。可以干，你们都顶过去了，我不怕的。我现在还没头没甲。我也没甲，要干就找个车呀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拿个甲。找车干啥呀？憨憨队，憨憨队的。你直接干拉。我操，四号的好像都拉过去了。谁干谁干？他往阿城跑了。他往阿城跑了吗？那我们去追杀他吧。补偿要不要？曹兄弟，给你一个。嗯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好像。兄弟们，看我位置。他们在哪呀？你在哪儿呀？看我位置，我拉过来了，他们在阿城，往阿城跑了。看到了， okay, 看到了。Okay, okay. 拿捏，拿捏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现在是。他们在哪儿呀？我操！低调一点，别被炸了。我看到一个，阳台楼。前方有危险。给点，给点。阳台楼有人，倒一个，这个围墙，前方有危险，倒了一个，呆子，我操，呆的一批，呆逼，大房有一个，前方有危险，进去了，我这顶了，够一个了，憨逼，这队绝对是憨的，
哎呦，妈一动不动的，没了，吃完了，这么快？哇、哦，好肥呀、啊，他们。哇操，这个人他妈给我吓一跳，他一动不动的，搁这。黛西，黛西，你明天要开车开六个小时去安徽吗？要不要帮你打黛西？怎么个打法？我今天贼拉拉的自信，我觉得我可以直接在晚上加个班啊，加到凌晨几点钟，然后直接上个叉哥的七星。太现实了吧，大兄弟！我真的，我昨天晚上直接拉到七星啊！明天早上我就可以帮你打你的号。全都是挂机的绝代圈，刷抖音，给他刷刷刷，我操！全场刷抖音，就落地把龙石城打了之后有装备了，就给龙石城趴着，过两个圈飞走，然后进去。那咱们还可以同一天上战神啊！你觉得这个安排怎么样？黛西还在吗？黛西。你们下面打的他们有 AK 什么大枪吗？黛西不在了，好像黛西吃泡面去了，看一下。有这个包有 AK， 我这里有物资，真的是烂兄烂弟。我靠，说这个圈扎哪个点？要去上面假设过挂机吗？走，我们去那前面那个四房吧，机港那个四房吧。来了，机港四房不好，去黄点假设过。或者假如过去那么远干嘛？我们可以顺便赌一手机港的，或者说上城区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要进圈的。马丁，前方有危险！走，前方有危险！这队可能要去那个假如过站点，在上面。哪个兄弟拿的是16啊？谁呀、啊？你换呢、啊？你把 AK 给我，我把纸盖给你啊。还是你 M4 啊？我不能给你 AK 啊。你为什么不能给我 AK 啊？你给打16也不得 AK 啊？我这里有物资。这有416。我给你 AK， 我近点打，我要是跳他们呢？近点也可以用尺盖呀，那能用 AK 穿的得劲吗？那我相信你啊，
呀。你子弹多呀，你先别打那车呀，有人换车咋整呀？还可以打一波呀。哎呦哎呦，我要裂了，上不上战神了还？这傻上啊这还呀？打一天没掉没上分，掉七十来分。什么？你打一天没上分还掉七十来分？嗯，打十个小时掉了七十来分，一分没上。那你心态雪崩啊，好兄弟。啊？心态雪崩啊？还可以啊。不知道你为啥对冰雪这么痴迷？他那个裙子好看。你是不是喜欢？你是不是喜欢穿裙子的女孩啊？哎，只要是女孩子喜欢，怎么可能？没有没有，主要是冰雪他这个下摆，蹲起就，感觉很流畅，你知道吗？我试一下，来，我试一下。喂，不是不是。我给你试一下，蹲起就特别有感觉。那时候我都叫你买冰雪了，不要买木乃伊，你不信？头发配上头发，还配上头发，就特别有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打近战，特别是一号很会打呀，一号纯纯战神选手啊，站这个点那块见个人。我一般情况下标记了一处地点去的。我自己招募上的分还是蛮多的。这个一号这个点，正常来说守这个房子必占的点，因为只有那个点是个反斜可以。开路人招募上的一百来分，但是他一个人蛮不错的。完老六上的120分，要是来一队的话，你应该整不住，降不住。没有，我这边吃信息，没有感觉。我能吃到两条路过来的信息，我也能听到上面这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都是战神选手。正好是房管的。今天打的确实有点那个慌张，不应该就猛干的，还是应该狗打绝对拳，狗绝对拳。打裂开了呀。熊猫我也看了看。说实话，得有一个挺喜欢冰雪的那个，得有一个总指挥带着狗，没人带的话老想莽人。莽过了还好。上一把撞车冷艳华那把就是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在上吗？停了吗？过一个车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停，你看一下吗？没停，我也能听到。刚才上马撞车冷艳华那把，我们队友前面说好的狗着，结果中期占个扫车点，扫掉两个人，急就想着开车压了，结果压过去之后就剩我一个人了，他们全死了。打就靠这边，我们两边都能下。拿大盘鸡了，谁的电流啊？不可能是我的，我关一下。还有吗？没了。我操！等一下，我再去跟我朋友说一下。我去装人机了，我在装人机了。时间不够，没有人性的呀！再多给我一个小时。也能上，我上马，我操！可惜没有这一个小时了。我朋友发那个给我看前五的队伍，他说我不仅撞到龙艳华了，排名第二队里面那个人是单子 ID 局，我操！我是第三。局啊，局也挺强的。我上马还撞局了，我操！我都不知道那。
感觉局那个 M4 打的有点可失忆，你知道吗？他那 M4 三枪也能爆头，三枪也能打到人。前方有危险。有个车。前方有危险。他要过来，他要过来，准备过，他要过。准备来喽。准备接客。嗯。来了来了，好兄弟们。接客接客。我靠，美滋滋啊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真肥！烟你们都不疯了，我靠！切客了，切客了！刚好拿两把四幺六吧，就这样了。拿两把四幺六为啥呀？子弹不够，子弹不够吗？这一看就是抽把往死里抽的那种选手。往死里抽。啊，捉着迷，捉着迷两星，捉着迷倒了，就是那种穿，肯定是那种穿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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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走吧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点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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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。往哪走？我跟着你们，我在你们周围吃信息，你们走你们的。不去我那个点吗？还是在前面啊？你们决定啊，我自己走圈边吃一圈信息。啊，了解了解了解。封神，今天分数应该在。多少？八十吧，要么七十多，要么八十。注意那防空洞啊！防空洞好像有人喽，等一下你开慢点，开慢点，好像我看到个黑影。看一下有哪里啊？没人吗？前方有危险。没，我没看到头。没有，刚应该是看到树叶了。有金马，黄区有金马了，右边那个蓝绿标。刚爆的，我们不扎防区吗？哎，干拉有一个干拉过来拿了个白轿，可以秒。有一个干拉出来拿了个白轿。OK 呀、啊、，OK 呀、啊，打了打了打了。晚了一步。我刚才在干拉的，我什么时候放？可惜了呀，这。我没有油啊，你们有油吗？有，你看前面那个防区不拿吗？随便啊，你们拿，我跟着走就行了。你不应该是冲锋的吗？我只是，哦，那我冲，那你们说，我直接扎他。扎，你扎我们不带卖你的，扎。没有，啥人都没。我跳的，这他妈 bug， 做主驾驶加油都加不上。这个，看我这身没有感觉吗？瞅着。
这防空洞有人。这是什么轰炸区炸到一个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还没看到人呢。来车了，来车了，蹦子来探点了。蹦子呢？我去拉他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去就行。有车过去了，前方有危险，他想救。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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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个人死了。只有两个吗？两个灭队了，灭队了，两个吧，灭队了，灭队了。我带我也去填一下。这个人爬得这么快吗？我他妈穿烟穿这么久没看到他。我的妈！三百米一号。嗯，我正好吧。这边没人。这边甲车库没人，但甲车库不能站，这个点位太拉了。下面甲车库吗？没人，没人。这边的黄标的山应该有人了，黄标的山很好的。对对对，那个。前方有危险。怕你们车停在里面，等下正门出不来。如果说有人架我们，我应该也没什么事。我靠，后面这个山还在圈呢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明天必须拿捏啊！得啊，我都跳上去了。电流来了。电。山上来车，山上来车。一个金马走了，看到你了。在照。漏点了，好像漏点了。啊那个几号？几号被发现？四号被发现了。他那瞄呢？他的。别掉！掉两个，掉两个。掉两个。倒两个，你可以拉到身后去。往左拉，往左拉，往左拉，往左拉。六往右拉，不要脸上拉，往右拉。我扔雷，我扔雷，全在坑里面。我回去了，我回去了。完了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他们最后一个人被别人打死了。飞机啊！撤停了。我掉轮了，我掉轮了，我回来了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哎，别上，别上屋顶！撤停了，别上屋顶啊！别上屋顶！快拉，快拉，快拉！先拉人。哎呀，我开下枪，你就别急别急，人家都要顶你们了。顶我不跳的，他。黄标应该一时半会不会顶我们，他那边很好的。
是不是要下个圈给他发出去了？两个他们都不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是小垃圾儿。决赛圈了呀，谁？人家稳机了呀。不是，他们点完之后有人被劝了个。我靠！太嚣张了，你们居然敢上屋顶，一点都不漏啊。吓死我了，还笑呢，吓死我了。给个天命圈 ，nice。有样班吗，好兄弟们？你有多的样班吗？三号。干嘛呀？富豪，来一个样班。给。富豪，我们俩得守住我这个小。喂，四号。等下，黄标那队要扎我这个小兵房，我提好他们，我插雷就行了。怎么事儿？谁说啥玩意儿？刚才我说，这边这前方有危险，等下要扎我这个小兵房，应该。我累死的，你不要出去了，打他就好了。你看我。我知道，我掐雷，你自己小心，我不出去。我就。好兄弟，他们好像有把狙的，你们小心啊！右边那个。前方有危险。这边。前方有危险。他们小心被狙倒一个。准备顶了。来。少讲话，准备开战了，封烟了，准备来了，所有人都闭麦，我没雷了，我操，他拉的，他们没车了，冒烟了，他们车是，走几个，人走了，前方有危险。他们去干三，哎，反坡再圈，左边两个，前方有危险，摔倒一个，你们看反坡吗？这不就我们三个满编队了？对，没毛病。Okay, 天命圈来吧 ，nice， 来一遍。他们在打。左边倒一个，我这位置很 nice 啊。干嘛呀？谁还出去接雷呢？这饮料是喝呗，这饮料不喝留着干啥呀？喝。这个白菜被干几次了，电流麦避一避哦，准备开战了，没雷了，我操，小样，这个树有一个，前方有危险，这个树那是个狙，别跟他对，别对啊，别对，那是个狙。左边要封我们，封烟拉我们，左边。看一下左面，二号、三号看左面，一号、四号看右面。Okay, okay.动车了，
这队死完了，这队没了，扛那边。没了没了没了，加大分，我整四百伤害。啊！我操，又强制了。完了，限制了，你限制吗？我操！我又强制了，好兄弟们。都强制了吗？强制了，强制。都强制，都下线，等会儿都上吧。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。来给你们看看啊，分是追不上，你知道吗？追不上，我操，我差二十分，你看吧，现在七十四，还有七分钟，七分钟估计还能涨个六分左右，八十，差点，没戏啊，没戏，搞不上的，知道吗？时间不够，再多给我一个钟头，对不对？我不也得拿捏了吗？时间不够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刚才看我冲过去给你吓的，你慌什么，我操，我都没慌，你要自信懂吗？叫地主不抢不抢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三带一，不要，不要，管上，管上，嗯 ，pass， 炸弹，过，不要 ，K， 小王。Pass， 大王，炸弹，挂，不要。哎，对二，为什么我不炸他一手呢？就不炸你一手？炸弹，过，过，有点懵了，我三带一，这牌打的有点懵了，不要。pass， 三带一 ，pass， 不要，二，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，炸弹 ，pass， 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，炸弹，明天今晚直接上到七星啊，今晚直接给他干到七星。不叫，然后明天帮黛西打一打吧。如果我能上到七星的话，明天帮黛西冲一冲，搏一搏。叫地主，操！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。啊，直接裂开的裂，这牌怎么打？三带一，这牌输了。大你 ，pass。不要，对三，过，对六，对六，对尖，对二， pass， 对二，炸弹，不要 ，pass， 三带一张牌了 ，pass， 带个勾，那么他真的，他有。哦，他有一对二啊，他有一个二，左边还有两炸，不要了，不要，
二。我操，这个牌！叫地主给我叫，快点！叫地主。不抢、哎，不抢，不抢！哇，三个尖，这不会又是那种系统牌吧？我操！超级加倍！我的天！不加倍！我就知道又是那种系统牌，哇！就你不管你怎么样，你都赢不了的那种。炸弹！炸弹！炸弹！快点！快点啊！炸弹！等我花都谢了。炸弹！有炸吗？炸！不要！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。那没得玩了呀，我讲。圈儿，就你牌很好，你随便怎么赢，你也赢不了，你知道吗？炸弹！王炸！过过，四带两对没了。四带两对儿，不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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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牌都很好啊，你的牌好，对面的牌也很好。只是我的牌炸弹太小。不叫，不叫，不叫。加不加倍？加倍。他今天不带我玩，他今天。三带一，压死。不要。压死。压死。pass。炸弹。过。炸弹，不要 ，pass， 对三 ，pass， 对二，对二，不要，过，我就一张牌了，过。蹦蹦蹦蹦！炸弹！不要！分手那天，我只沉默。pass。三带一。没炸呀，你没有王炸呀，那你还加倍，好兄弟呀，我操！好兄弟呀！不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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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个牌不强，这个牌又要输，不强，这牌真的又要输，他又要超级加倍，你看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你的牌很整齐，然后对面的牌肯定也很整齐，这怎么玩嘛？这打个勾吧，勾，大王，炸弹，果，哎，我操，他竟然没有炸，那我炸一手吧。我炸一手，地主肯定也要炸。炸弹！不要！他给我倒了盆水。炸弹 ！pass。pass。炸弹太小了。炸弹！不要！不要！哎，我操！三带一。十四张牌，炸弹，果，不要，不要，再让他出一炸吧。三带一，炸弹，咦，炸弹，你怎么还添一炸呀，好兄弟？啊，不是，这地主是好兄弟啊，这个地主。我操！脚底珠，哇，不强，
不想。谢谢陈哥，谢谢陈哥送的飘雪大火箭，不加倍。谢谢陈哥的飘雪火箭。死蛋儿，压死！哎，等一下，那个带一队伍，管上，过，过，嗯，又不要，三带一对儿，不要，不要，嗯，啊，我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，这地主，我操，送送炸弹，送这种虫子吗？我要翻身的吗？我操！三打一，过。大你不要 ，pass。着了。四打二。队友好像没有对子。对勾。对二，他有对二左边，左边有对二。对二。着了着了，炸了。pass。他还有一对勾好像。着了，左边还有一对勾，这就一张牌了，上当了呀，好兄弟，你怎么上当了呀？不要，多高？不叫，不叫，不叫！哦，操，我上线了，操，我。打上头了，我叫地主，这把不叫啊，不抢，不抢，这都是些加倍什么牌呀？这都加倍，超级加倍，你给我加倍，我操！来飞机，炸弹，不要，怎么犹豫一下啊？偏个炸弹怎么行？谢谢凝视恐惧送的雪人大飞机，谢谢。炸弹，给阿姨倒一杯。谢谢凝视恐惧送的雪人飞机。炸弹。哎，你看这不就上当了吗？你这不就上当了吗？嗯。不要，不要，三带一，还加倍。他赢的有点少啊！我操，才赢十八万，哪能赢二十四万呢？我操，着了！我操，大强子，我跟蟹宝打个电话，他睡着了吗？他睡觉了没有？他万一睡觉了，我这不就裂开吗？睡了吗？没睡。啊，好的呢，那等一下扫个码啊，等一下啊，嗯嗯。听这个朦朦胧胧的声音，应该是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。还好我打电话比较及时，他没有睡着。不叫，不叫，别叫别叫，好兄弟，不叫，对嘛，重洗嘛。四个三，四个四，四个六，我叫地主，着了，他又要超级加倍，我跟你讲，他绝对的，他绝对要超级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嗯，他竟然没有加倍，我这个牌抓起来，我跟你讲，直接无敌，我叫大你，我这个牌抓起来四炸三带一天牌，不要炸弹，可惜就是炸弹太小，抓不赢他，我讲。炸弹，过，不要，对二 ，pass， 炸弹，过，不要，二 ，pass， 大王，过，炸弹。嘟嘟嘟嘟嘟，不要 ，pass， 我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，过，啊，不要，队友，对地主输了呀，地主，对尖，
我们这俩配合打得挺好啊，哥。不叫，不叫，叫地主，不抢，不加倍。How to my friend？ 超级加不加倍？我操，着了，这把拉满了感觉。4-2，我直接投手四个圈吗？炸弹，这么顶的吗 ？Pass， 炸弹，炸弹，过。你们俩互炸。不要。顺子 ，Pass。右边还剩一个炸，左边剩个3-1，右边对尖对二，牌我已经算好了。王炸，4-2，直接跑了。不要，4-2。你看算的明明白白，我操，他妈看了把戏，一张牌没出，输了46000。上号上号。哦，谢谢谢谢闪闪，谢谢闪闪开通的钻黄，谢谢。扫个码，扫个码。谢谢谢谢闪闪开通的钻黄。谢谢阿星，谢谢阿星送的女巫飞机，谢谢。大气，谢谢阿星的女巫飞机。哦，对啊，我打个电话。我有点口渴呀，好像没水了，我去，家里面没水了。唯一剩了那么一溜溜，我明天得叫一桶水呀。哦，我操，这好兄弟们都开了，开去一分钟，我操，这么不赶巧的吗？哎，和刚才那几个好兄弟配合还是蛮好的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我操，还有队伍没有？混点分，混点分。上分吗，兄弟们？上分吗？上分，上分。OK 啊 ，OK 啊。这他妈五星的了，我操了！我今天也能五星的，我被我那个队友，我把我那个单子推给他，他妈的10块钱他妈推给他，自己他妈乱玩，我操！颜值比较好。喂，我谁的麦呀？炸了！小爱的吧，小爱进来就有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妈的，我操！这个电流麦，我操了！搞一搞，搞一搞，大哥他妈的麦，太上头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拿走了，拿走了。一梦。咚咚咚咚咚咚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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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他妈有个单字啊，能打不？咚咚。能打，能打。这个。他 KD 不高，他 KD 不高，他 KD 不高。3点多还是2点？也是王牌。我这上有人吗？我冷静上去了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今天我搜过他，这傻逼我断了他好几次了，搜过他。这有喜欢骂人呀，我跟你讲。谢谢。温柔的脸。哇，太有趣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哦，我改一下分数啊！我现在多少分啊？54吗？我操，这个排名！谢谢谢我大姑，感谢我大姑的深水厨房，谢谢。我操，怎么这么多飞机这把？我这把有点质量啊，兄弟们！我操，六架飞机啊！看打是单子号吧，还没错吧？啊哈！喂喂，
哎，怎么兄弟断出了？兄弟你断出了，你怎么不飞啊？你要飞去哪儿啊？没人，下面没人抢车，抢吉普车吧。我当初我不知道啊，抢吉普车，抢吉普车。阿豪，你往野区飞，不要往我们这边飞。假如可能还有人，我就接你。我已经来了，我落这个野地上，你过来接我。落没落没？什么鬼啊？几点了？他妈的，外面温度太低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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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十五分钟就好了，我操！有点快的。我操，龙抬头。呀，黛西，黛西，我操，还没睡吗？黛西，睡不着吗？关错了，我这个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行不行啊？别演啊！我操，大哥！六，我演个车呀，我演。他没飞上去，好像还让你们撞了，笑死我了。我怎么样？我这嘎嘎嘎上大分，我把把吃鸡，把把二十加。这兄弟有点威胁，我操！刚才好像有一队飞过来的，真的。我一直断住，我一直断住。好兄弟，去左边拿个卡吧，先。这里有没有人飞啊？这里有人飞吗？有一队飞过来的。不确定，应该是有的。别慌，你们别不用慌，我有分寸的，放心。你不用慌嘛。妈的，我感觉上了个灵车，我操！我慌，我知道你慌，我有慌。谢谢我大姑，谢谢我大姑的两个山水厨房，谢谢。都在外面捡卡子了吧？都没进主楼。黛西，我都计划好了，黛西。我准备那个什么，今天直接晚上干到七星，然后明天上号帮你打。你不是开始一直说断网吗？断处，大哥。好兄弟一起上分。哎呀，就算你人不在，灵魂也要在，好吧？我听到呢。我上去半只军小逼崽。啊，今晚今天得七星才能封神，你得拿七星。那必须的呀！我操，直接干到七星，好兄弟们。直接干到七星睡觉行不行？那必须的呀，直接干七星睡觉、啊。你要是不干的话，我感觉我这个单子今天分不了了，我感觉都。七星不稳吧？稳了应该，七星二十多应该稳了。今天六星，没有啊，六星不到。今天六星，今天不到六。今天他们封神线涨了180分。明天会降低一点，七星。七星稳一点的话不一定能封，高一点，七星多一点。不对，不用。七星你不是明天要去那个什么吗？明天要开车去安徽，那你还有空打吗？直接把鸡的，现在你都没有空打了呀。不能乱玩了，火力太弱，没有手雷破不了点。来了好多个，一万个，找手雷，我没手雷，我破不了点。不好破，主楼三个以上。真的给我手雷，真的我随便破，真的。这个手大哥，你们赶紧看，往这边靠。OK， 我手雷了。等一会儿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在找。我不着急，我在找三颗雷够了，可以了，这队已经稳吃了，真的。你要我去。好呢。他妈厉害。稳车，我操！妈上灵车了，我操！他妈的，吐了！超普一翻出来就妈被揍，被套了，打一个，顶上打是吧？我操！顶上打，觉得不幼稚。操他妈！攻他们楼下。我能破点没事。你这人没炸到。我楼下能摸吗？二楼有吗？慢一点。拔雷了，他没拔雷了，别上，先别上。我脸上倒一个。我对面也倒一个。拔雷别慌，拔雷别上，好像还有雷，你让他们拔别慌。他打急救包呢，上吧啊，可以上了，你信我上，别上停一下。往右边打。打住。
在里面，你操作吧，救不了。应该要下来，看能不能救。他们不敢上来。嘘，别说话。妈的，枪没拉过来，我操！被他爆头了，我靠！上了个灵车，我操！队友白给，嘎嘎白给。本身就一个了。我连他哥的六个雷竟然一个没炸到，我真的个离谱。不要了。这队很菜的，知道吧？这队呆呆的，嘎嘎呆。我一个大跳，我操！他不按套路出牌啊，他反方向走位，我靠！人机步，这把不求吃鸡。他妈的，翻个窗都能挨揍。那个柱子，以后我每次上去我都盘那个柱子了。我还以为有个卡，有个卡视角，我操！有的卡那个楼梯那个边边那个视角，稳健稳健，不扣分就行。要不然在二号冲上去打平枪，自己操作。在他们脸上，喜欢这个队友喜欢。两个人冲上去还在打，逼逼赖赖啊、二号冲上去的时候他不打，我操，这是挺菜的。后面老是藏人，我排那个点，花挺多，但理论挺丰富，实战很难刮。我这边被你们搜了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啊，没枪来我这里拿 AK， 妈的，我这边除了 AK 还是 AK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把 AK 标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两个都是 AK， 两把 AK。继续标。狂飙搜一下，搜完结账点，把草掉先了。我去接二号，把年兽打了，年兽打了，年兽送兵，三号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晚上，把这两个房子收了，最后一个房子。把空投到你们两个脸上了，当心啊！跟哪呢？空投到你们脸上了，当心点。毒洞，劈山毒洞。不用去。把军舰上面收了，就直接这把坐牢吧。我想喝水，我想嘴巴干。那他不蹦了。外卖奶茶店都下班了，外卖我们这边奶茶，我操，吓我一跳啊！这人怎么在楼上？什么时代的枪啊？这把枪是啥枪？都去了，站点。机人下面两个打把楼吧。机人打把楼，走吧。打把楼。不用收了，一点物资够了，会有那傻子送的。欢迎力哥。哎呀，当时力哥还没睡觉啊。打前面那个柱子的，哎呦我操！主要是我就没事，问题不大，没事。运气打好就行。
以后那个对面的狮子我都得用雷排一下了，老是藏人，主要是我也就一个人，还有一个在那个楼梯那卡着的。你们有个补偿。谢谢力哥，谢谢力哥的冰雪摩天轮，谢谢。这个两个补偿，有两个补偿，我丢了一个出来。大姐，谢谢力哥的冰雪摩天轮。开吃。你哥这么晚不睡觉，是不是在搞沙漠呀？啊，有个小土狗，我操，给他安排了，再放近点，两梭子。小土狗，放近点的。这一号是真的，哇操，他好狗啊，他直接收枪就往这边跑。哎呦，他喵的，还是我抢到了。前方有危险。一个吉普。啊，你这号是单子号吗？我记得，你这个好像我接过那个单，那个老板上一。啊，上个赛季你接过这个单，打什么呀？打战什么？那是陪玩呀，打的最烈好像，最烈是还早忘了。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是男的吗？好像就是跟打过女的啊，不女的吗？哦、啊，声音温不温柔啊？我不知道。你在哪个俱乐部接的？我们在俱乐部，我之前我一个朋友拉我进去打的，他们那时候找不到人，哦，然后呢，我那朋友他实在给我钱了，哦，然后陪他们打一把，好的，谢谢力哥，感谢力哥的雪人秋，我中了我这都会被补呀，我操，你怎么这都被补了呀，好兄弟，我不知道呀，我掉下去打两个强行把我摁着打了，我他妈的，我过来打的时候我他妈看不见他人，打不了他，我操了，我提前枪一直开着的，哎呀，两个强线，我操，我打伤了好多，一个打了四枪，一个打了两枪，谢谢力哥，谢谢力哥送的雪人丘比特大钱，感谢力哥厉害呀，人马的，我先帮你们打吧。我操了呀！让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车挪一下，别打车啊，别打车，千万别打。这逼他妈也没东西。让开！前方有危险。在烟雾里面吗？死完了。我操！就这队打的我们。对，在那个门口打到我们。你得送人头的，我操，嘎嘎香。
头屏断了啊，兄弟们，稍等一下。也没捡什么东西啊，就捡不下了。几个盒子呀？我还少个盒子呢，我这儿还有一个。爽的一匹。哎，我怎么听不到他们说话了？瞬间安静了，怎么？喂喂喂。喂，兄弟们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可以啊。哦，我还以为我卡麦了，我靠！那边有个车。前方有危险。刚捡完空投。西部车，在动吧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三个人站圈边，不着急走。嗯，喂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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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。谢谢谢谢大姑，谢谢我大姑送的独家西。谢谢真真送的专属手办，谢谢大姑的四年同心卡。前方有危险。没过来。不行啊，我得带着这几个兄弟运营起来啊，我干。等一下他哥的不行，等下个圈吧。这个圈他们应该不会跟我走。